43岁胡杏儿妇女杰秀幸福，仨儿子围着妈妈喝奶粉，个个帅气黏人。胡杏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和三个儿子的同框照，她靠在沙发上素颜出镜，穿着白色 T 恤和米色裤子，戴着黑色发箍，穿扮十分休闲。三个儿子围绕着妈妈躺得东倒西歪，端着同款奶瓶喝奶粉。此前胡杏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抱着三个儿子坐在车上的照片，透露三兄弟都要和妈妈一起坐，自己既开心又为难。众所周知，胡杏儿是个工作狂，她每次生完孩子一两个月就开工了。她经常在内地工作，三个孩子非但没有和妈妈疏远，反而都向妈妈争宠，胡杏儿内心的喜悦之情自然不言而喻。胡杏儿因为工作上太拼了，导致外界觉得是丈夫无能，需要她来养家。她极力维护丈夫，表示是自己想要去实现梦想，很感恩丈夫能支持她把孩子们照顾好。